却没再客气，为了前瞻预算，立法院再次爆发冲突。原来是吴秉睿不爽被国民党立委丢水球，拿椅子砸下台，严宽恒也抓起椅子砸回去。杨振武跟趁乱想要用爬的爬上主席台，而战场不止这个。李俊毅跟费鸿泰更在前方互相扯脖子，费鸿泰更是表情狰狞，发狠的打，两人扭打成一团。女立委想劝架，却也变成互相叫骂，其他立委也没闲着，在一旁推挤成一团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打得太激烈，江启臣更直接找人帮忙刮痧，廖国栋也直接送进医护室。要来报告的林权只能愣在一旁，看着蓝绿立委全武行，还是没办法走上发言台。三立新闻江宜虹、周凯、S News小组台北报道。